作为香港主要地产发展商之一，信和集团的核心业务包括发展物业作销售及投资用途，亦有从事酒店及会所管理。信和集团一直力求进步，了解顾客所需，从而提升客户体验。集团开展创新尝试，不断优化营运效率，为可持续发展尽一分力。信和集团高瞻远瞩，善用创新科技为未来发展打好基础。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是信和集团业务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们承诺透过建筑规划、绿色物业管理、推动节能减费措施和研发创新绿色方案，致力建设更可持续发展的社区。为达至最理想的效果，信和集团在市场物色最佳的环保方案。我们和中电 Smart Energy Collect 一拍即合，本着力求创新的态度，我们借助协同效应，共同为环保出一分力。与 Smart Energy Collect 的合作过程十分顺利，最后成功为澳海城三期安装 PlantPRO。 我们在追求能源效益的同时，亦要兼顾客户的舒适度，务求为客户带来高度舒适的体验，缔造休闲又舒适的空间。 Smart Energy Connect 和信和集团对于可持续发展有着共同目标，携手在澳海城三期安装 PlantPRO， 以智能方案优化商场的制冷系统。PlantPRO 获奖无数，是一套全自动的中央冷气优化系统，只要客户将 PlantPRO 的 Edge Computer 安装到你的现有 BMS 上，就可以透过 PlantPRO 24小时优化系统，包括水塔策略调整、不停改善去水及回水温度，根据大数据调整系统设备的设定，以达至节能减排。 PlantPRO offers a non-invasive and flexible installationsaves energy automatically by working with existing chillers to improve efficiency without compromising performance.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 solutions help our customers to become more sustainable in their buildings. PlantPRO 可以透过实时数据监控机组，即时推算出最高的效能操作方案，不单节省电能，亦都同时确保机组表现在任何时间都符合基准水平。PlantPRO 结合了 Machine Learning 和 Big Data 技术，用精准的 Algorithm 决定机组各自最佳负荷量和最理想的操作组合，并且提供预测分析，更加可以按照业务需求制作不同种类的图表和报告，化繁为简，减省人力物力。As leaders, we hope we're the first, but not the last when it comes to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我们期望与你携手，创造更美好的香港。Take a step forward to be more sustainable. Together, we can make Hong Kong greener.